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1月8日，然后松山站，松山站20点。21分准备就是283次，机用3星杠斗六的 TA 用2024的 TA 用2023，不用马自然号以及2624，仅由原先杠42的拆联之强号哦，准备进站了。点燃爸爸新交面子很自然哦，在双站10星杠。九站变速台是啊，我留次交钱线，非常失望。OK， 还启动。2624，有拆联至强号，一压2800。九安面子谈至强号，在双方暂停号，谢哥哥，您来，拜拜。